先称为苏波兄弟姐妹的，也就是您跟我们老先生是堂兄弟姐妹的。您要称呼我们老先生为苏波哥哥或是苏波弟弟的，我们是苏波兄弟姐妹的。我们请每前九位每前上香。两侧的家眷请再次跪下。我们一起跪下。苏波兄弟手持清香一举，请向最敬爱苏波哥哥之灵位行三拜礼，请拜，请拜，再拜，三拜礼，请收香。灵前献花。请拜，敬献心果，请拜，敬献香茗，请拜。苏波兄弟，请向最敬爱苏波哥哥之灵位，行三鞠躬告别礼，请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礼成，男家眷请叩首给答谢，女家眷请叩首给答谢。来，礼成我们的长辈，我们手鼓一下。两侧的家眷请起立，请各位请就坐。家殿里，接下来要来临行的是在殿会场，您跟我们老先生为姨表、姑表、舅表的表兄弟姐妹，也就是您要称呼我们老先生为表哥或是表弟的表兄弟姐妹。我们请您前九位。临前上香。两侧的家眷请再次跪下来，表妹手持清香一举，请向最敬爱表哥之灵位行三拜礼，请三拜，请收香。灵前献花，请拜，敬献香果，请拜，敬献香茗，请拜，表妹今夜清香。鲜花、鲜果、香茗之意，纪念于最敬爱表哥之灵前，请向最敬爱表哥之灵位行三鞠躬告别礼，请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礼成，男家眷请叩首回答谢，女家眷请叩首回答谢。来，礼成我们长辈礼手鼓一下，两侧的家眷请起立，请扶位，请就坐。家殿里，接下来要来礼请的是我们在殿里会场来礼请我们的孝侄辈，也就是您要称呼我们老先生为伯父叔叔的，您跟我们孝男是堂兄弟姐妹的，我们请您请就位。我们要向阿爸手边，我们请您请就位。家殿里，接下来来迎请的是孝侄、孝侄媳、孝侄女、孝侄女婿，我们有来的孝侄辈，我们请灵前九位，灵前上香。先拿手上烧的一下。孝侄手持清香一举，请向最敬爱伯父叔叔之灵位行三拜礼，请拜。来，请拜。再拜。三拜，请收香。
少植辈请跪下。少植辈请跪下。坟前献花，请拜。敬献鲜果，请拜。敬献香茗，请拜。少植辈，请向最亲爱伯父、叔叔这里跪，先三叩首拜别礼，请叩首。请叩首，双手扶一地，请抬头，双手合十。再叩首。再叩首。请抬头。三叩首。三叩首。请抬头。请起立。请起立，双手合十。祝福这一敬爱的伯父、叔叔，往生路上一路顺行，且拜。秉承南家眷，请鞠躬回答谢。北家眷，请鞠躬回答谢，请福位。因为公务的繁忙，谢谢你请供点单位。